还没吃，都是那个烤好。现在是几分？这几个不是两百。现在一百多元。请大家再稍后片刻，我们记者会一分钟后属于十点开始。看到的时候，但是在继续的关系，我马上就放弃了。我以为两个在。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那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这场冤案南案如何南，冤案为何冤的系列记者会第一场。那今天的主题是刑事再审又窄又重的那道门。那今天很高兴的可以由台湾冤狱平反协会及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来一起共同主办这场记者会。那么在记者会的发言开始之前，我们先请与会的代表来一起表达今天的诉求。请大家起立。冤案救济严苛，救济严苛，冤案难翻，冤案难翻，平冤心智，平冤心智，刻不容缓，刻不容缓，救济严苛，救济严苛，冤案难翻，冤案难翻，平冤心智，平冤心智，刻不容缓，刻不容缓。好，谢谢各位与会代表。那我们接下来的话，首先先请到台湾冤狱平反协会的执行长罗世祥律师来为我们发言。好，各位媒体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我代表台湾冤狱平反协会来参与这个记者会。我们都知道，冤案要救援，最重要的制度是再审跟非常上诉。那我们这一系列的记者会会要跟大家报告的是，过往经过监察院的调查，提出调查意见，代表这个案子确实有问题。而他的再审被驳回确定，他的非常上诉总长有提出也是不受理，那这代表的现行的非常就医制度可能有必须再检讨的必要性。在司改模式会议之后，我们要求当时其实有一个决议，要建立独立于司法体系之外的刑事复审机制。这句话有点冷，独立于司法之外的刑事复审机制，因为如果你总是向法院敲门，那基于可能同侪压力，基于层层的其他因素，所以他可能不见得那么容易去推翻，去愿意去调查，开始一个案子的审理审判。参看过往台湾冤案平反的经验，现在已知的所有死刑的平反案件，确定只有改判平反的，都是经过监察院的调查，最后才有机会层层的救济，让法院重新审判改判无罪。那监察院正是一个独立于司法之外的一个审查机制，那他因为只是公务员、公务机关的纠正纠举弹劾，所以有一些非常纠结的案件会往监察院去陈情去研究。那所以刚好现在国会也正在要讨论监察院的存废，我想针对监察院存废它是个大议题，但我们认为监察院过往这种参与冤案的调查以及发动冤案的救济这样的一个功能必须给予保留，所以今天我们来举行这样的一场记者会。那这是第一场记者会，我想先跟大家说明再审的部分。再审在历经2015年以及2019年两次的修法，2015年修法降低再审门槛，让更多有冤的案子能够有机会进到法庭重新审判。2019年保障程序也让这个申请人他的程序权可以更加的完善。那两次的修法，事实上我们在今天的会议资料大家会看到，真的开启再审的统计数字并没有明显的增加，还有许多冤案正在等待被平反。冤狱平反协会参与了其中一起案件，叫做邓平香案。
邓明湘案，它是发生在台南这个地方，2006年的一起强盗案跟抢夺案，是两起冤案的受判决人。邓明湘一直很冤。强盗案涉及的是一个女大生，一个大学生，她在夜间的时候遭人持刀抢走钱财。抢夺案是有两名小学生，他们在傍晚下午5点在餐厅的时候被歹徒抢走这个皮包。这两起案件犯罪手法不同，犯罪时间不同，被害人描述的犯罪人的特征也不同，结果因为都发生在台南二分局的辖区内，所以台南二分局找了邓明湘来让这个被害人进行指认。我手上有这个案件监察院调查报告所提出来的这个指认画面，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很少见的真人列队指认，而邓明湘先生是在左边第二位手拿二号索取牌的这一位真人列队指认。那因为监察院有基于各自的将这个人物的脸部用黑影遮住，除了邓先生之外，其他5位经过监察院调查都是在场的员警。他安排员警来跟邓先生一起列队做指认，让被害人指认。而经过监察的调查，发现邓先生当时身穿囚服，这上面有个 mark， 他上面是南所台南看守所两字。而邓先生双手上的手铐，其他人的特征他都没有这方面的囚服或是手铐，当然是没有，而且身形的特征、发量也完全不同。但被害人指证利益，当天抢他的、抢夺的、抢到的，就是邓明湘先生。这个案子二分局当时有进行指认这个过程的录影画面，案子审了4年，这一段录影带在邓先生的审理过程中完全没有勘验过。最后法院判决邓先生强盗罪有罪，处10年；抢夺罪有罪，1年6月，合并定11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刑罚，但法院并没有勘验过这一卷录影带。我想大家应该就很清楚，这正是一个标准的新证据，未调查未证据。所以我们在2018年平原协会收到邓先生喊冤之后，我们向法院申请看一下吧，这一段录影画面可否看一下。2018年法院驳回，他认为这个没有调查的必要。这是在2018年，当时还没有修法12/13，还没有立法。我们在2022年，我们在2023年再次的申请，法院终于勘验这一段录影画面，它很明显的可以让我们知道这一个指认的安排，它是严重的污染了证人的记忆。法院勘验了，终于10几年后，这一段录影画面在法庭上重现，法院还是驳回裁定。跟大家报告，这个驳回裁定对于这个勘验画面一个字都没有。那所以邓明湘他现在2次的再审。检察总长也曾经用这个指认为他提起调查上诉，目前还没有成功的获得救济。我想今天要以邓明湘先生所经历的这个非常纠结的困难重重的案例要跟大家报告。我想呼吁司法院应该要依照司改国事会议的期待跟要求，开始研议一个独立于司法系统之外的一个刑事复审机制。我们看英国、看挪威，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机关，他在进行冤案的调查。那今天是第一场记者会，我们接下来还会谈非常上诉很难被平反的案例，还会谈高检署有罪审查会没有成功就近的案例。那这几起案例接下来我们也会提出民间版的修法草案，希望可以让各界一起来关心这个冤案的议题。以上，谢谢。谢谢罗思祥律师的发言。那罗思祥律师同时也是邓明湘案的救援义务律师。那接下来我们请到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的救援组召集人林俊宏律师来为我们发言。各位媒体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司改会救援组的召集人，我是林俊宏。那我想司改会救援组平常在处理的案件，就是这些主动来申冤，认为自己案件有问题的案件类型。那所以我们不断的在检讨，或者是在审视我们目前有非常多来喊冤的案件。那这些案件呢？经过司改会的内部审查，那我们会提出相关的意见，然后也会对外的求援。那今天要特别提的两个案子是，除了司改会内部已经讨论过认为是冤案的案子，另外也经过监察院进行调查，出具调查意见或调查报告的案件。其中一个就是刚提到的邱和顺案，另外一个是罗明春的案子。
我想邱和顺的案子，我想这个大家比较清楚，监察院帮忙提出过三份调查报告，那三份调查报告明确的指出了案件的重大的瑕疵跟问题，他告诉我们说这个案子里面有严重的刑求，这个案子里面有明确的不在场的证明，这个案子有证据遗失，也就是证据不见的问题，但是在这些种种的问题之下，律师团不断的向法院叩关，不断的向法院提起再审，那可是我们的法院依然不予理会。我想要特别提的一点就是，我们最后提的那一次再审，那一次再审提我们的新证据是什么？我们的新证据是当时承办案件的部分员警的笔录，他们的事后的说明，他们告诉我们说他们确实有听到有刑求的声音，那可是我们的法院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的法院告诉我们说他们没有亲见亲闻，他们没有自己看到，所以不算，听到的不算，要看到的才算。所以这个部分也可以看得出来说，我们法院对于再审这件事情的判断是极度的严格的。既然已经有一个明确的再审的刑求的证据了，而且是当时负责办理案件的部分的员警，他们都愿意出来说明说他们确实有注意到当时的刑求的事证，可是我们法院还是认为这个不重要，仍然不愿意开启再审。我想这个部分其实已经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法院对于再审的态度是极端极端的保守跟严格的态度。另外一个案子，罗明春的案件，罗明春的案件也是经过监察院提出调查意见。这个案件最有趣的是，我们向再审法院扣关，认为说这个案子在事实认定上有问题，有证据资料的问题。可是再审法院告诉我们说，你要去找检察总长，请你提非常上诉。那我们依照法院的要求去找了检察总长，检察总长告诉我们说，这个案子不是我要处理的，你要我去找再审法院。这个案子就不断的被检察总长跟再审法院踢来踢去，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了我们的司法的制度，我们现在的体制不愿意去处理这样子的案件。双方不断的互踢皮球的状况下，它只会导致于罗明春求助无门，它导致于我们的非常救济程序完全失灵跟失效。借由这两个案子，我们可以明白的知道说，我们目前的司法制度在非常救济程序上是有瑕疵跟缺漏的，我们需要一个新的不一样的愿意救济的新的非常救济程序，新的非常救济制度。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跟接下来的时间里面会不断的召开记者会，跟大家说明司改会跟冤案协会等民间团体对于冤案救济新的制度的想法跟立场。那也希望我们的立法委员们可以注意到这一点，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司法机关也可以注意到这件事情，让我们的司法制度，让我们的非常救济程序可以越来越好。谢谢林俊宏律师的发言。那林俊宏律师同时也是邱和顺案及罗明春案的救援义务律师。那我们最后请到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的常务董事林永聪律师来我们发言。各位媒体，早安。我们在讲冤案的时候，我们应该可以想象那个冤案的当事人或者是他的家属，面对一再的诉讼，但是没有办法平反。或者一再的救援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平缓，那种感觉是，有口难言，你讲的话没有人听到，然后那种冤屈啊，那种不满一定会在心中。那我们讲的个案里面，有的家属，像罗明春的女儿也在奔波，然后很多的个案的关心等等。那我们要说的是，任何一个国家再怎么先进的司法，都会有冤案，但是不一样的是，冤案的比例以及发生冤案之后救援的机会，这是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我们大概都会相信英国是一个司法先进的国家，可是英国虽然司法先进，它还有陪审制，当然还是会有冤案。所以在二三十年前，他们建立了这个 CCRC， 就是独立
司法之外的一个救济制度，发能够发动能够类似我们说再审查的这样的一个机制的一个委员会，那里面没有法官，但是里面有很多法律或者不是法律背景组成的一个委员会，他们在这个二十年的回忆的统计分析的时候，有400多件法院他们的上诉法院把它改判无罪或者是释放等等。那这样的案件你可以想象这么先进的司法的英国，然后加上有这么多陪审制度，都仍然有可能冤案，那何况台湾呢？那我们刚才志祥律师有讲说，台湾的确定案件，我们在讲冤案是在讲案子已经确定了，或者一般的上诉了以后，那么怎么样救济？我们再怎么被怎么上诉？那我记得，我想大家没有忘记，在蔡英文总统2016年上台以来，有在司法改革的国事会议，其中有几件跟这个有关的决议，就是我们新闻稿里面有提到，就是要建立我们称它为 CCRC， 就是独立司法之外的一个刑事案件的一个救济的委员会。那么这个部分当时在2017年也做了决议，也要求法院检查法务部对于冤案已经确定冤案，有些案子例如说朱建娥案等等，有些确定徐志祥案已经确定是冤案的部分去探讨那个成因。那这两件事情司法机关都没做，前面那件事情是要建立一个刑事的特别的一个检查的救济制的委员会。那这个我记得在2018年在检讨这个这些司法改革的会议的决议有没有落实的时候，民间跟官方对话，我记得我问司法院说，那你们有开始在，因为负责的是司法院，你们开始动了没有？他就说哦，2015年我们再审制度有修法，刑事诉讼法有修法哦，所以应该不用啊。那我们今天新闻稿的第二页有提到，原来第一，因为大部分的案件是在高院确定的比较多，那或者是最高法院都在高院再审，地院比较少。那么在2015年这个刑事法修法之前是1.1%，现在是1.79%，差不多追了，就是很少就对了。那这个门要开启很困难，不是法律的。刚才我想大家都听到的，刚才两位律师所提到的指认明显的不法，400倍刑求，上诉先过了还那个上诉不合法等等，这么明显的都很难平反。原因在哪里？原因不在证据，原因不在法律，原因在法官官官相护嘛。我今天也是法官，你也是法官，你确定案件我把你翻过来，那明天是你翻我的案件，那我们司法不是很难看吗？他们这种司法本位主义，以为说冤案的平反是对司法的服务，错了。司法被平反，这个是司法被尊重，才是真的好的司法。可是事实上没有改啊，没有差很多啊，但是仍然到蔡英文总统卸任之后，这个制度仍然不存在。但是我们没有失去盼望跟努力，我们民间团体没有放弃，我们继续在努力，我们在连续的三次记者会，可能会在第二次或第三次我们提出我们的草案，我们其实陆陆续续都有在讨论，那么不管相关的法律都有在讨论。那么我们新闻稿里面的第4页我们有提到监察法各委员会的组织法、管理组织法、刑事法等等，我们在努力，我们没有放弃。但在这里我们要特别表达一个意见，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蔡英文总统已经卸任呢？委员会已经过去八年过去了，是因为我们知道司法改革有很多的议题，那冤案不能平反是人民对司法不信赖的原因，不信赖的原因之一了，当然很多原因，其中这是一个重要原因。那司法院华府也不检讨已经确定是冤案的成因，不加检讨，你会觉得很奇怪，我在想说，如果今天大家家里有工，这家里是老板，是有工厂的生产线，没有品管，申诉也不处，客诉也不处理，我看你早就倒店了，那司法院不会倒店啊，反正他就独门独市嘛，弄错了也没有办法。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期盼的是什么？我们期盼是因为在2024年新的总统上任之前，还在选举的时候，我们拜会了3个总统候选人，在还在竞选期间，希望新的总统谁当选都能够继续推动司法改革，司法个案不能关说，政治不能介入，但司法制度的改革需要是政治力的推动，这是制度的改革。那这个部分3位总统候选人都有答应，那总统当选了以后，那么他我们期待
他能够，他有答应说会听各界的声音，去检讨哪些以前有推动，但是没有真正有效果的，或者没有推动的，或者新的啊，这个司法改革议题，不管哪种议题，都应该拿来讨论。我们这个议题是什么？是已经讨论过，有个决议根本没有做嘛？那这种议题，我们认为是重要。再讲一次，先进国家也会有冤案，但是冤案怎么救济是一个，是不是一个进步司法国家的一个指标？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希望新的司法院长，这个司法院长就没用了啊、哦。这个司法院长是坦白讲是徐院长是没用的，他没有真正去了解司法，也没有真正关心司法，所以我们希望下一任的司法院长能够去推动这个制度相关的法案要提出来。那我们民间版可以做一个参考。那也许官方可以有不同意见，但至少要有个制度出来，独立司法的一个刑事确定案件的特别的一个救济委员会，那当然相对于有一个特别的法院来审理。那么我们也希望赖总统没有忘记他在选前答应我们的要成立一个滚动式检讨有民间参与的司法改革委员会，持续的去这个推动或者是监督我们的司法改革能够真正的落实。那么大家应该有注意到赖总统上任以来有成立三个委员会在总统底下，那我们希望司法改革可以成为第四个委员会能够继续推动。那么我们从刚才这些个案里面就更深刻的知道这样的一个冤案不平缓，对人权是重大的侵害，有人关了很久，然后这个影响甚大哈。所以我们再度呼吁有权力改变的这些包括司法院包括总统能够继续来推动这样的项目制度。谢谢。好，谢谢林永颂律师的发言。那请问今天与会的在场媒体是否有要提问的？如果暂时没有的话，那么今天的记者会就到此结束。那么谢谢各位与会的代表及在场的媒体朋友，谢谢大家。